开始吧。嗯。天亮了，根本看不见。嗯。拉得近吗？啊，这样还行。放近。你放近了。我看不清楚。不是你，带这个东西没有。没有平常给人现在要上台得硬装抹一手油。嗯，没事，知道。太狠了，防止生热。再吃点防水的。喷点防水的那个东西。防水给他看见了。没有呀，这个。你看他们那都用，都用电的。还有那啥子上的都用，我放一段时间热到就好了啊。拿。那非常去了，非常去你用金子的，非常去。还是非常去的。用一段时间，就是前几天，前一个月还好，肚子全磨掉了就废了。完全不行。别提了，接心那个地方，那后面那个柱子连处理都没处理，都是他妈锈迹斑斑的一个大铁柱子，给人送去了，让我怎么办？就这个钱。你就告诉他，你说这证明这是钱，你想，就告诉他，我要怎么给他？怎么了？怎么整的？这证明这是金属。怎么喷出来了？没有用木头。你先回去吧，咱们一会儿过去。他的箱子放进去了，他的箱子放进去了。多少钱？你错吗？没错。你也五十吗？靠，打不了钟了。这个就行了，行。打一会儿行。看看场景。
光太刺眼。拍完就刷就行了，就是看风景什么，拍个照片，往那一块儿。差不多了吧？冰冷了，大概是。哎，那不行了，又看到断线了。什么？行了，把相机都他妈烂了，早就掉了。我操！原来上了。拿上了。别定了，别定了。这裤子哪跑？谁跟你说不定定了？慢点变完事了。这一片，这一是几面？咋就这样了？太好了。你抓紧，上海那个也发。那个咱们在，咱们在那个是要嘛？那个是要嘛？那个是。那不是要。这个跟歹徒把那个房子弄这个，那他是走过来的，不一样的。行了吗？行了。行了吗？